上海这个总理府到大陆参加隆重的庆祝活动，很不客气。陈大哥的飞机就去，但是总理府断绝，反而接受了一个邀请，组织了30人的一个庞大活动。来参加本局以及我国重大抗战胜利50周年的庆祝大会。当时我也陪同他们几位领导人去拜见了当时的习近平院长，连战一次。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30人团里面有一位老太太，年龄已经高达92岁，她就是 Mrs. Miles。 Miles 将军的夫人，她坚持要参加。你说你这么大年龄了，这个活动你还能去吗？她说我决心已定，我死了我也要去。她是真的就来了。这个老太太可爱无比，来了以后热情的参加各种活动，真的不幸遇难，最后就在活动中间中风。当时局里边我们有个与生医院还不够，我们再请3名总医院再做受训的特别的护士做专辑，把他送回到华盛顿DC。后来不久他就过世了。谈到这儿我个人很难过的，允许我在这儿为这个杨夫人过了30年。
同时距离所花的三个月的遣散费连续自动的跟随劳动局的有组织的反映了地下活动留在以后进行游戏作战月有大概的几千人次不屈不挠的实施各种的破坏及袭击战斗根据我们历史的记载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先生所领导的在地下游击作战共组织了324次的战斗严冬在抗战时期牺牲的捐躯的同志总共是44800都是无名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就是写在他们的宣誓他们的建国自由的历史上他们名字也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就叶先生叶向西先生就把他成立这个就把4800多名的这些无名的百计吧共同在举止的挂摊了戴笠先生这个李先生给毛泽东先生我们再谈民国39年郭先生来到民国50年这个期间在台海开放了两栖登陆作战前途不明不断对大陆西南沿海进行战斗并且主导指挥太平洋边区国军陆军三军这很有名的像泰国北边的那就是本区负责指挥的第三军还在缅甸和辽国边境缅甸主要的齐步山的战斗现在目前在无缅新疆的新疆战他是参加战斗者之一冯汉三先生在不在战斗之一冯汉三先生请坐这就是见证我特别要表达的就是庞俊先生他在辽国负责我们在辽国的工作老师不客气讲我们供给太平洋边境作战武器弹药是辽国派军机啊直接